转身不小心撞到了混混，他连忙道歉，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，结果对面却不依不饶，让他必须跪下道歉，不然就干掉他全家。此刻小混混还不知道自己惹错了对象，男人拿起杯子一秒钟废掉一人，另外一个人高马大的小混混直接吓尿，他举起双手说着抱歉。这时恰好看到了男人撸起袖子露出的纹身，他知道自己完了，因为这是黑手党的专属纹身。原来男人名叫莱恩，多年前曾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手党的教父，后面因为妻子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，带着女儿改嫁美国富豪，从此醒悟的人生，从黑帮退出，成为一名小说作家。今天莱恩接到了女儿即将结婚的电话，本来心情大好，却被这两个小混混扫兴。莱恩让另一个跪下，然后一脚踢飞几米远。画面一转，莱恩乘车来到了一处豪华庄园，他的准女婿走出来和莱恩打着招呼，两人一握手，莱恩便发现女婿的手上有着代表黑帮的纹身。通过聊天才知道，女婿的父亲正是多年前他敌对帮派的老大白毛，这不禁让莱恩怀疑对方的动机。面对莱恩的疑惑，女婿解释说自己没有办法选择出生，但是他绝对不会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暴徒，并且自己已经改头换姓，脱离了自己的家族。莱恩看着女婿真诚的目光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短暂的见面过后，莱恩要先回酒店换身行头后再赶往婚礼现场，然而几人前脚刚走，就有两个鬼鬼祟祟的男人来到了女儿继父的家中。两个壮汉闯进了豪宅，对着正在为女儿准备婚礼的母亲摸了过去，很快女儿也惨遭毒手。另一边，在婚礼现场等待女儿的莱恩接到了电话，警方通知他的前妻和女儿在家中遭遇不测。莱恩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回豪宅，他看到倒在地上的前妻和生死未知的女儿，心中悲痛万分。但奇怪的是，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，唯独他送给女儿的戒指不在了。但无论如何，莱恩都要找到凶手，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很快，女儿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回来，莱恩给医生留下自己的电话，告诉他对方万一有什么变故，一定要打电话通知他，并且告诉警察先不要公开女儿没有死去的消息，而他准备重拳出击。而女儿的继父刚刚死了老婆，但他心里却乐开了花，甚至还吹起了口哨，可他下一秒却愣在原地，不知莱恩什么时候坐在客厅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。莱恩没有直接拆穿他，而是直截了当地说需要他协助为母女俩报仇。老二对此表示双手赞成，不但如此，他还要为莱恩介绍武器军火商，凡是想要报仇就需要几件趁手的武器。画面一转，莱恩来到了贩子的窝点，说是熟人介绍来买点装备。莱恩最终选了一把左轮手枪，看着莱恩精准的枪法，贩子心中不依疑惑莱恩到底是来干嘛的。可就在这时，手下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电话那头说莱恩是警方派来的卧底。贩子一听这还了得，立马就要掏枪干掉莱恩，可是莱恩快人一步掏出了藏在现金中的微型手枪，直接击毙一人，随后便展开了激烈枪战，一梭子没打完基本就全部解决。画面一转，莱恩通过人脉找到了送给女儿的戒指，他带着女婿来到了一家典当行，问老板说这个戒指是谁卖到这儿了的。老板说关你屁事，赶紧给我滚。莱恩微微一笑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，上去就是三下暴击，并且顺走了监控的录像带。接下来莱恩顺着刚得到的线索来到了一处贫民窟，由于不确定凶手的具体房间，于是莱恩下车直接朝天放枪。果然枪声惊动了在楼上休息的暴徒，莱恩带着女婿刚到走廊，暴徒就已经埋伏在此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。纵使对方人多势众，但在莱恩的强大火力压制下也不得不纷纷逃离。莱恩一路乘胜追击，把几个卡拉米逼上了绝路，最终来到了他们的老巢。莱恩追上了最后一人，上去就是一顿残忍的殴打，小卡拉米毫无招架之力。就在这时，两个卡拉米从身后偷偷溜走，女婿举起枪刚想开枪，但却看到了对方脖子上的纹身，他认出了这一群人竟是自己父亲的手下。莱恩逼问对方到底是谁派他们来的，没有想到这人的嘴还挺硬的，打死都不说，甚至还出言侮辱他的女儿。突然一声枪响，莱恩看着女婿很不理解，但女婿解释说自己见不得别人侮辱未婚妻。他们从混混身上搜出了一张夜总会的名片，得到了这个线索，莱恩马不停蹄地带着女婿出发前往。果不其然，刚到这里就遇到了那伙暴徒，纹身男亮出了小刀准备动手，没有想到莱恩的动作更快，上来就是一刀干掉一名小弟，接着一脚再解决一个，干掉了门口这一群保镖不扛揍的混混。莱恩继续朝着夜总会内部走去，没有想到纹身男还活着，他临走前告诉女婿一切，
原来正是他的父亲派人杀死了未婚妻。得知真相后，女婿无法接受事实，失魂落魄地走出了酒吧。警方赶到现场，将即将失控的莱恩抓捕。在审讯室里，莱恩对警察的所有问题都保持了沉默。接下来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劳尔来到了警局，将莱恩保释了出去。两人来到了停车场内，劳尔坦白说，保释他出来并不是想要救他，而是要彻底杀死他，永绝后患。说完，纹身男和小弟从旁边走了出来。有了手下撑腰，劳尔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原来他由于近几年公司经营不善，欠下了大量外债，并且妻子一直和莱恩保持着不清不楚的联系，这让他异常愤怒。他先是为妻子买了一份大额保险，然后跟黑帮老大白毛合伙，从那里雇人干掉妻子，以此来获得大量的赔偿。说完便直接开车离开。然而他想不到的是，即便被枪顶中了脑袋，莱恩还是不会轻易就范。男人夺过了暴徒手中的武器，直接把对方干掉。随后莱恩用沙包一样的拳头对准纹身男一顿揍，最后用铁铲送他领了盒饭。解决完了杀害妻子的凶手后，莱恩立刻出发准备干掉幕后黑手。劳尔正准备跑路的时候，突然女婿出现在了车上，用车顶住他的脑袋。就在这时，莱恩也及时赶到，他阻止了冲动的女婿。突然莱恩接到了医生的电话，医生告诉他看守女儿的警察已经离开了很久，怕是要有什么变故。莱恩请求对方立刻转移他的女儿，接着便带着劳尔和女婿出发前往医院。果不其然，医生刚刚把女儿转移，黑帮成员就赶到了医院。他们穿上了警察的衣服，准备挟持莱恩的女儿，但没有想到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莱恩此时已经赶到了医院，看到女儿平安无事，他终于放下心来。他让女婿在这里看住小劳尔，自己拿好装备准备和白毛决一死战。莱恩拉响了医院的警报，顿时整个医院里面人心惶惶。白毛几人刚进医院就展开了无差别的射击，莱恩直接搞偷袭，一下就干倒两个小弟。白毛无心恋战，他一心只想找到莱恩的女儿，一方面是想要制衡劳恩，另一方面是要将其干掉，然后让儿子能够安心的接管家庭的生意。随后莱恩一发手雷的炸响，白毛的手下几乎全军覆没。莱恩且战且退，打算将白毛几人逐个击破。莱恩来到了住院部旁边的废弃厂房，提前埋伏在楼上。白毛的手下刚打开大门，就被莱恩强大的火力压制，白毛军团再次解约。谨慎的手下已经杀红了眼，端起大菠萝对着楼上就是一顿突突，结果一发没打着，西洋红枪法。莱恩边打边逃，最终在三楼设下了陷阱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小混混直接化为飞烬。现在就只剩下白毛一人，他心中有一万个不服，有本事你下来，你看我干不干死你就完事儿了。莱恩说我来啦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弄死我。莱恩上来就是一个飞脚，紧接着连续好几次暴击，狠狠地往他脸上招呼。白毛反应过来后进行了激烈的反击，但对于武功高强的莱恩来说这无济于事，没几下便被摔到了另一个房间。莱恩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，然后又是几个大嘴巴子。白毛有点招架不住，捡起一根针头插进了莱恩的后腰，莱恩一脚把白毛踹飞，白毛再一次地挨了莱恩一记连招。终于他认识到了自己和莱恩的差距，白毛开始不讲武德，他掏出了后腰的手枪想偷袭，好在莱恩早有防备，一下子把枪头扎进了白毛的眼眶。故事的最后，劳尔即将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女儿也醒了过来。莱恩认可了女婿的为人，将祖传的戒指交给了他，从此一家人快乐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好啦，电影《被迫杀人》到此结束，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，我是蜜糖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